然后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。你做完事了吗？我现在就煎肉而已。你刚是不是想叫他煮面给你吃？不是，你刚刚应该他希望的回答是我没事了。那你现在过来帮我弄什么？但你啊，你先做你的事。因为你要我做什么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不要答应他，你先不要，你先弄你的。我开玩笑，我听听。要做什么？你不仅听听，不能听听。你不要，你先做好你的员工餐，你先不要理他。我会没关系啊，你就这样保护帅哥啊。店长这样就保护帅哥啊，反正算了啦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啦。哇塞，好啦，没事啊，也好。为了你争风吃醋，我已经习惯了啦。哎，我在这边煎，你 OK 哈？没事。哦，店长黏在男神身边呢，做巧克力，想要送他巧克力哦。哎，这个奶油是你们还要的吗？你要用也可以。我不用，不是还要吗？给我，要给我。要。哦，讲话这么温柔，你要用可以。跟我们讲话就我要用啊，你干嘛要我们吃东西？屁啦！啊，你也算是男神啊！你以前你看，你以前是 MV 多帅，你不要吃醋嘛。我没有吃醋啊。上次你们也是笑得很开心，换我们笑了吧？我们人要认命，相遇就到了。汤匙八十五乘以五是多少？什么东西？十五乘五是多少？四二五。四二五。十六，然后再讲。要你的手机？不用，难得偷夸。不用啊，你不要。赞美。你不要，你很闲哈。难得没有，我在洗碗。我们还有一颗蛋吗？啊，不够。加油加油！哇，太好了！哇哦！这要是我就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。不用，先不用。那你要什么？我都不用，我只要呼吸同一个空气就好。